众所周知，黑影的黑客入侵这个特性会把别人的特写黑掉，变成自己的。那如果十二个人都是黑影，都装备黑客入侵，黑影黑掉的特写变成黑影黑的特写，黑掉别人黑掉黑影的特写的特写，黑掉黑客入侵的黑影特写的黑影的黑客的黑客套娃。为了解开这个迷惑，我决定叫上我群里可爱的粉丝们来实现这一迷惑行为。人呢？这车怎么会动啊？哎，人！场面一度失控。一天天围着我一个人打，就你烦。把车推过去，然后呢？车又没了。推过去，推过去，看谁是的。刘星，小姐姐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你的声音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爱了，爱了，爱了，你又爱了是不是，迷离？这就是我未来的老婆，好吧？被纯纯的听到了，什么迷了？别黑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好，再见。车没了，车没了，车没了，人呢你们？这伤好好吃。哎，你们围着我打，我被我发现了，我操！针对我，我怎么感觉天之哥是被黑死的？我追枪了，车又没了，车没了，车啊，车呢？你们干嘛呢？看，看，看，看特写，看特写！我他妈笑了，车呢？哎呦，我操！那哎，哎，啊，这什么？我操！这可以，这你看这个钳子哥，你看这个钳子哥干嘛的？打不过上去挑，吸你血。无情。事实证明，黑客套娃这个迷惑行为是不太现实了，小伙伴们也不要乱试了。好的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，别忘记点赞、评论支持，感谢我的水友配合录制。我是除了赢什么都会的钳子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